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Evelyn 蔡永恩，咁今次好开心咧，可以成为 Couple Girls。今日好开心，第一次为 Campus 做 Couple Girls 啦。咁其实我自己读书嘅时候系冇呢本杂志，所以我好羡慕读紧书嘅你咧，可以有一款 free 嘅 magazine， 里面有包含咗好多有护肤心得啦，有一啲 fashion 嘅资讯嘅一本书。其实好开心嘅，因为自己可以喺 Cover Story 嗰度可以分享一啲读书时候开心嘅事啦。咁亦都可以同你哋 share 一下，到底做呢行有啲乜嘢特别嘅嘢啦。咁同埋今日着嘅衫都好靓，影嘅相都充满住一啲好温馨嘅感觉。咁无论系团队摄影师啊 ，Dallas 啊，定系 Art Director 同埋记者朋友或者公司的同事，我哋今日都合作得好愉快咯。咁我读大专系读 fashion design 嘅，咁我最記得最開心的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就是我們整班在講這個畢業作品的時候，就會在個車衣房那裡，大家好像工廠雷公那樣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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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講及自己的工作咁樣啦，咁所以個情景都幾得意，即係而家有時約翻出嚟食飯咧，大家講起大家好努力一齊齊心去完成嗰件事咧，其實係一件幾有趣、幾開心嘅事嘅。同埋大家最期待嘅就係放飯啦，因為學校附近有啲都幾好食嘅米線，咁所以大家都會好開心嘅。其實讀書嘅時候嘅時光係特別值得回憶住。咁我平時工作雖然好忙碌啦，咁但係有幾件事咧，我係唔會忘記嘅，就係每朝早起身咧都飲一大杯嘅清水啦，因為一起身飲清水咧係會幫助你嘅腸道蠕動啦，咁你嘅腸道蠕動嘅時候排毒都會比較順暢。咁其實身體積聚得太多毒素咧，引嚟嘅後果就可能係會出暗瘡啦、出粒粒啦，同埋可能會個人好唔舒服、好食慾不振嘅。咁我覺得一切嘅養生之道咧都是嚟自食物，咁所以喺揀選食物嘅時候咧，都要記住要揀啲比較清啲啦，少食一啲醃製食品啦，同埋比較少添加物嘅嘢食咁樣咯。咁我自己都會幾著重就係飲水、食生果同埋要做運動啦，因為運動都係其中一個排毒嘅方向嚟嘅，即係你流汗啦，同埋加速你身體嗰個新陳代謝咧，都係好幫到你。去令到你的皮膚咧更加好似發光同埋少啲暗瘡㗎。